商聯會的成立目的在於加強商界中小型企業間的聯繫，凝聚愛國愛港的力量，向政府反映意見及維護會員應有的權益。為了加強會員之間的溝通，本會還自置會所，專為會員提供飲食及娛樂等服務。商聯會會所坐落在北角英皇道250號北角城中心，佔地40,000平方尺，會所一共有3層，整體設計的都是以雲石以及外國進口木裝飾為主，給人富麗、優雅和舒適的感覺。當閣下踏入商聯會會所的大堂門口的時候，一定會留意到以原柱設計的大型外國油畫，更加特別的就是大堂電梯梯門兩邊全部都是以玻璃門作為裝修。位於2樓的飲食部設計優雅、富麗堂皇。中餐廳除了提供粵滬名菜之外，更加有各式即叫即精的點心和名茶，一定能夠滿足會員的要求。另外，商務自選套餐更加是變化多端，任由會員以適合自己的口味配搭出美味的佳肴。大堂除了有先進的卡拉 OK 以及燈光音響設備之外，更設有舞池及表演舞台。此外，商聯會會所還設有大小宴會廳，一共有11間，其中包括北京廳、上海廳、天津廳、廣州廳、杭州廳、大連廳、南京廳、蘇州廳等等。宴會廳一律以包廂形式設計，最適合社交聚會及私人宴會。每個宴會廳裏面都設有卡拉 OK 及電腦選曲，而其中的貴賓廳更設有獨立洗手間及酒吧等設施，既方便又實用。除了11間宴會廳之外，2樓又設有14間獨立設計的爵局房，每個房間都會用一個好聽的名字來到命名，牡丹、紅蓮、紫荊、百合、海棠、銀柳等等，以供會員享受灑落消閒。位於中菜廳隔鄰的 Sky Lounge 天樂，特別是採用鋼琴式酒吧設計，充滿濃厚的歐陸情懷。坐在舒適的梳化或者是吧台前面，可以欣賞到帶有懷舊情調的街燈裝飾，以及牆上面的著名油畫，最適合商務洽談及會員之間的暢聚。再加上特別高耸的樓頂，使到賓客感到有歐洲街頭的風情，享受美好時光。在2樓經過一條設計典雅的迴旋型樓梯之後，會員可以直達樓上的桑拿浴室。位於3樓的桑拿浴室分設男女賓部，各設有休息間及水吧。浴室外大廳還設有3個熱水按摩浴池，配合藍色天幕，令人精神為之一振。蒸汽桑拿除了可以使人消除疲勞、恢復充沛的精力之餘，更加是有益身心健康。休息室地方寬敞，設備完善，每個座位均設獨立的小電視，等會員一覽最新的財經和金融的消息，可謂服務周全。男女賓部均提供髮型護理，而女賓部更設有美容服務，專為愛美的女士提供專業的美容護理。總而言之，商聯會為會員提供了一個消閒娛樂、飲食及聯誼的好地方。本會還將利用會所經常為會員舉辦各項專題講座及研討會，為會員提供商務上的協助。
創造更多貿易及投資機會，為廣大會員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務。